请一句话说出人生感悟，请吃过的苦，过来了才知道受过的罪，体会了才知道人生的历程，九九八十一难，风风雨雨，坎坎坷坷，都要我们的去面对，无论是突如其来的，意想不到的，解决不了的等等，都要靠自己想办法，拿主意，这就是生活的经历，唯有不变的就是咬紧牙关挺过去，生活真的不容易。